笑笑笑，你还敢笑我？不要，爸爸！哎，你打我怎么回来、啊？我不是故意的，站站！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他赔偿你的损失的。不要拉我前辈，不要拉我啊！我一定会帮你的 ，Mr. Lim。这次死了算了。姐，我不想死。快乐王子八度空间校对人生播出。